升级版的边校挑战。为什么升级版？因为我买了两罐这个什么网传的断片酒，它到了之后我就觉得根本就没有网上传的那么神。一瓶断片，一瓶700毫升，正常不会喝酒的人一瓶也多了吧，更何况它酒精浓度还有12度。我一开始买了4瓶，我还怕，我觉得它一瓶可能没什么效果。然后规则也很简单，就是谁笑啊，好大的酒味，谁笑了谁就要喝一杯啊，喝一杯是不是有点多，谁笑了谁就要喝一口，喝半四分之一杯吧。哎呀，按口嘛，看量，大口小口，看良心，大家就会替我们评判了，看谁不实惠啊。网上还说喝着跟果汁一样，这怎么喝的跟果汁一样，好浓的酒味啊。我都没喝出来酒啊，那这个喝成果汁了，真的跟果汁一样吗？这个酒味大一点。哎，你这个好苦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开始吧。哎呀，怎么能这么轻易的就笑了呢？来，一人一杯。别笑了啊，开始了，我要开始认真了。我前面线路我自己呼啦圈也没问题，后空翻两周在新歌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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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曾经跑第一，是因为第一才有血皮。我也思考人生意义，才发现自己真了不起。就让我们呼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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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真恶趣味！哇，第二个，等一下，哎，你觉得这个酒好喝吗？不好喝，就根本跟网上传的不一样啊！什么跟果汁一样，喝着好多什么女生啊，喝着跟果汁一样，不知不觉喝了一瓶，然后就断片了，这不是在开玩笑吗？跟正常的啤酒来比，就是比正常的啤酒要好喝一点。啊，女生来说就是果汁啊！我那个贼难喝，你不觉得吗？特别特别苦。来这边，第二个啊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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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沙雕玩具？我要买这个。你这比我这好喝多了。哎，也没好喝到哪儿去，都苦。这个是不好入口，是吧？跟白酒一样，是吧？
喝一瓶。你掐我！你掐了！你掐我干嘛呀？我掐你，你干嘛笑？笑了。那你掐我干嘛呀？没有，我就是忍住笑，我不想掐我自己。那你就得掐我。Zeke, you got it, dude. Let's go. 这是什么戴帽吗？嗯，戴帽。My God, look at that donkey. He's so cute. Man, I'm fucking donkey. I'm a fucking horse. You see these hooves? My God. 不要掐我。He's so cute. Man, I'm fucking donkey. I'm a fucking horse. You see these hooves?你笑了，你笑了，别动啊！你笑了，快点的。好了，你笑了，别动，没有，你笑了。Na na na yeah, I love me some taco, hell yeah. 真好笑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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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跑的都是脚上脚离地的跑呀，是吗？是啊，他不然在水上怎么飞？怎么在水上跑？ No fight, Shakira, Shakira. I don't really know that she can dance like this. 看路，看的路。双臂两臂，走了不我，双臂两臂，哪里去？那个小孩就是这么搞笑呀。你没有，你都笑出声了，了能笑出声了，快点干杯来、这个真的好苦，不好喝啊！你都说这么多好喝都不好喝，你那个更不好喝一点。人家还有吗？太苦了，吐了就不算了。东北人酒量就是不如山东人好。我呸！垃圾东北人去吐了，不喝了。啊！东北的太垃圾了。过来。来干嘛？我刚才嘲讽人家那个酒没有那么好，就是不好喝呀。我觉得他一瓶可能没什么效果。受风了。你拍他干嘛呀？我在引导猫咪。我玩玩具。哎，行了，太凉了，睡觉去了。我还没拍完呢，拍完了，嗯，拍完了，走。